侠，说说我的飞，唱只要你愿意，三六五飞行，全都只属于你。这时候歌怎么会让它如何你变成这红尘无面料的我们，笑脸在天空里面和着你，我准备在你就快让你有人。
就是也很开心跟妹妹们他们一起，就是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还有很小小饼干们。OK， 有没有特别紧张的今天？有没有？谁特别紧张？有没有？妮可看起来很紧张。妮可，为什么妮可你今天特别紧张呢？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好不好？来。对，今天有点像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觉得很幸福。嗯哼 ，OK， 好，今天只是第一场哦，接下来还会有三场的专辑签唱会，会到不同的城市去，对不对？包括台北、台南，然后还有高雄。台北。而且你们还会有一场专场演唱会。我专场演唱会那个板板有在现场吗？对，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宣传一下这一件事情，对不对？非常重要。来，现场各位朋友，1月21号，麻烦时间帮我们留下来，来有谁来帮我们好好宣传一下？来，我们1月21号礼拜日下午2点到4点，对，在台北呢会在。会有一场我们自己的专场演唱会，对，没错。然后12月9号，礼拜六，12点正式开放售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是我们第一场的专场演唱会。是啊，会不会已经开始在紧张了？有手汗，已经开始在流手汗，对不对？好，1月21号就在 Corner Max。那我们这一场专场演唱会的售票时间是12月9号，请大家务必有好这个手都买起来，谢谢。OK， 当然，其实我们知道昨天是我们今天 Blue Planet 小熊的这个记者会，媒体的见面会。然后其实我觉得资讯量蛮大的耶，接下来你们有无极限的一个计划，怎么样？昨天资讯量那么大，你们自己还消耗得了吗？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还是想怎么样？有没有要请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立冬，你要说一下吗？好，昨天的这个媒体见面会资讯量非常大，对不对？接下来2024年要开始忙起来，会觉得压力很大吗？其实压力之外还是很多。期待跟兴奋，对，因为能去到韩国，然后可以在那边训练，其实我也很期待，到时候的幻蓝小熊会能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 ？OK， 哎，所以其实啊，我们九位都是反而期待的心情比较多。对，就是把那个压力化成动力，然后让自己再更提升。好，所以各位，2024年这一年，真的我们接不落快小说将会有很多精彩的要呈现给大家，请大家也要追起来。OK， 那当然，其实这个签唱会呢，就是一个很近距离，然后跟大家同乐欢乐的时间。你们很宠粉呢，除了每一场的那个海报不一样之外，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这个是等一下只要上台来签名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张小卡，小卡，随机的，想不想要？不好意思，这张是我的。好了好了，所以等一下就是上台有签名的朋友都会获得这个小卡。那当然，你们不要太羡慕我，因为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宠粉的互动时间。我们今天让10位歌迷朋友有机会上台来，然后等一下呢，上台来之后要猜拳，赢的那一位可以决定等一下他们要唱什么歌。哎，没错，真的哦，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哦？是没有的。OK， 好，听说等一下要射飞镖，对不对？那拜托，等一下上来的人要射准哦。哦，不要射到那里去哦。OK，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选出这10位歌迷朋友呢？我们要用这个问答的方式，好不好？ OK， 你们都有题目要问吗？还是来一个一个来问，好不好？题目吗？对，有没有？好，来，第一题就是，哇，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太简单了吧？哎，好，热身题，热身题。我觉得啊，你们不一定要知道我们出的题，你们也可以有一些平常跟粉丝互动，你们一定会有个默契，对不对？那我也可以出难的，不一定要哦。今天是什么谁的签，谁不知道谁的签唱会啊？对不对？你们可以出难的，你们都可以接招吧。
们就先出题。好，那我出一题好了。好，请问，好来，我们先热身题，就刚刚的。请问今天是谁的签唱会呢？暖身题，请问今天是谁的签唱会？太简单了吧！太简单了吧！我选吗？我实体都我选，你确定我等下可以走出拉拉破吗？一位这个拿着专辑戴口罩的这个女孩就是你，请你大声的说，欢迎来小声答对啦，麻烦到舞台边的边做准备。好，我们刚刚说第一题太简单了，但是是暖身，没有关系，接下来就越来越难了。好了，第二题。好，你们可以思考一下要出什么题目，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我这边可以给你们参考参考。好，我想好了。好， OK， 你想好了。好，那请念出我们两组的官方 CP 的名字。哦，官方 CP 的名字。对， OK， 两组有人是、有选到对不对？你的脚没有臭味吧？你直接拿着鞋哦，还是新的吗？好了，要选他是不是？因为他太显眼了，好不好？好，来来来来，就是你了。答案是，有，好棒哦，谢谢你。来，我们请到这边做准备。来，下一题。动物名字，哇，这个不容易哦。OK， 其实蛮简单的。好，九位动物的名字，对不对 ？OK， 好，谁知道？好，我们给旁边这些，其实我们就熟了。对，旁边这位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好，来，我们要照顾一下。虽然我们呢在这边，但是来这个男生，好来，请说。青蛙、猴子、兔子、熊猫、麻雀、啊、松鼠、水豚、草鱼、哇、老鼠，啊、或是鸡。哇、啊，好厉害哦！好，来来来，我们请到前方那边做准备啊，你就帮我走前面这边哦，好，好，小心小心。OK， 蛮厉害的，好，好来。下一位，请出题。OK， 我们现在讨论一些比较难的，比较难的。好，阿勇来。请问我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好，有要选吗？你要选一位吗？那手放下好不好？好，来。前面这一位，好来，请回答。李而言。李而言，答对了。还有就是阿勇。好来，我们请到这边做准备。好，太棒了，来，下一位帮我们出题喽。我要请问我们小熊的年龄从大到小。哦。顺序来是不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照顾一下这边的朋友。好，这边的朋友有没有知道？啊，结果都没听安静啊。好，好来，好，从大到得叫他拿手扶梯下来啊！哈，我先给我们那个台下的朋友一个机会了。来，有人知道吗？年龄从大到。小，好，来，手放下，来，一二三，你有看到吗？有看到吗？这一位，蓝色，哦，蓝色帽子，蓝色帽子的这一位朋友，来，你往前，我麦克风给你啊，你要帮我从这
说年纪大到小的顺序说出来哦。好，来，请说。我龙飞大，23岁。我还有点先不要，年龄不要嘛，你就大到小就好了，不用那么 detail， 谢谢。接下来帮我们出题咯。好的，我要来问的问题是，我们下一场签唱会是在哪里，然后什么时候？下一场签唱会的日期跟地点。好，要照顾一下哪一边的朋友，我们来看这边的朋友，对不对？好了，这边的朋友请准备了，一二三，有看到吗？我想点那个妹妹。妹妹这位吗？好，来，那请问一下我们下一场签唱会的日期跟地点。12月10号台北新光三月。哇，很厉害，你会去吗？无论如何都要说会。OK， 谢谢，来，我们这边请。对，下一场是12月10号在台北。四场签唱会都要出席哦，好不好？要全勤奖这样子。好，来，接下来题目想好了吗？好，那我们幻蓝小熊在未来少女公园里面的第一首歌和最后一首歌分别是什么呢？第一首歌是什么呢？好，那来，我们手放下哦，好，手放下，要照顾哪边的朋友？觉得这边。好啦，老上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直接他够大声，够大声就可以。那你要很大声，好，就找来就是一位同学，因为他每一题都举手，我再不选他，我真的觉得过意不去。来，请说，千妹，耶、最后一首，还有一首，还有一首，还有，还有最后一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这样，但是还是很有参与感，我感觉非常的好。好，来，接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两题喽，大家把握机会。在 VIP 的练习过程中，谁有哭？在 VIP 的练习过程当中，谁有哭？谁有哭 ？OK， 好，这边的朋友要不要给他们一点机会了哈？来，准备了，一二三。灰色衣服的妹妹，灰色衣服、灰色外套这一位，对不对？好，来，请问一下，在 VIP 练习过程当中，谁有哭？彩扎，对，好，来，请出列。OK， 哎，所以其实你们九位谁最容易就是感动落泪，或是？好，一二三，龙龙。你自己本身很容易 hold 不住泪腺吗？可能年纪大就爱哭。不要这样说，容易感动。好，来最后一题，行，要不要我们来出题？有点难，有点难哦。我们宿舍里面谁跟谁同房？哇，哎，这很难哎。有四间，那谁跟谁？对，同睡一间。OK， 是床伴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我也很好奇，有谁会知道这一题？有人知道吗？这有是不是？好了，我还是呢，一二三。好，后面有一个女生，对不对？这一位，啊，来来来，拿着红色手机的这一位，你可能往前，因为我要给你麦克风，让你用麦克风来回答比较清楚。这一题其实蛮私密的哦，一直有在 follow 的才会知道哦，蛮难的。好，那来请跟我们回答一下。龙龙跟信同房，答
圆圆跟 Nico 三 D 的同学，圆圆跟 Nico 跟谁？圆圆跟 Nico 跟谁？没错没错，最后一间最后一间。Nico 跟他用很大。拿了。有趣的，就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生活，真的耶！因为其实从这个比赛啊、过程、练习，然后一直到现在站上舞台，真的是希望很多精彩、重要的时刻都可以跟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参与。好，那现在我们九位已经选出来了，还在一起吗？好，再一题，好啦，那我们就荣来帮我们出最后一题，好不好？超难，超难，我来出一个超难。超难，我来，等一下，来小组会，小组，好可爱哦。我们现在在舞台上看到九只小熊在小组会议，为什么呢？他出一题超难的题目，看能不能考倒你们。可是我觉得你们都超级厉害的，应该是考不倒。哦，该不会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答案吧？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答案，你也不知道答案。好 ，OK， 好吧，讨论出来决定。请问，我们本来想说要九位成员的生日几月几号，想说太难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讲月份就好，月份。OK， 谁几月谁几月谁几月这样子吗？对，没错。OK， 有人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不可以看，知道吗？不可以看维基百科哦。不可以看，无论宣传宣传也不知道吧？有人已经知道是不是？好了，那就这一位戴帽子的同学，你往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不要急，不要急，你来，你来，我给你那个麦克风，那你一位一位跟我们说他们生日的月份，好。我们三月十号。哦，答对。然后财政的话，七月三十一。很甚至连。Yeah.
样哦。好，来，剩下你们五位了，要来决定胜负，请准备剪刀石头布。哦，没有结果，好，再次剪刀石头布。只有你，我们又欢送了，谢谢你。好，四位，加油加油，准备来，四位一起哈，来，你要帮你的拳王按摩吗？要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吗？好，来，准备了，剪刀石头布，再一次。剪刀石头布，好，再一次，剪刀石头布，来，再见，谢谢你，好，柔柔，你要跟，谢谢，好，来，剩下这三位，帮他们捶捶背一下啦，捶捶背一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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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准备。等一下，你平常有在转过来一下下？请问你平常有在设飞镖吗？哇、哦，在哪里？丰甲的那个设飞镖。丰甲夜市，所以稍微还是有练过就对了，是不是？那我就放心交给你喽。好啊，小熊们还是可以闪远一点啊。因为我本人也稍微闪远一点。好啦，来，那我们现在转身。我呢会转动这个，不用转吗？哦 ，OK， 好，就是直接让他。那我们对你还蛮好的，你看你选定哪一首歌，然后你就给他往那个方向，朝那个方向用力的给他射过去。好，你比较想要哪一首啊？哦，你比较想要《Slow Down》这首歌吗？我想我真的很想秀哎。他真的很想秀，还秀到了，我好害怕哦。好了，那你就看看你能不能秀到《Slow Down》这一首歌了哈。好，来，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一刻了。来，三、二、一。哇！白色线呢？再一次，你也太准了吧 ？OK， 好，差一点点，让我见识逢甲神射手的威力，来，七，准备，三二一 ，Go！ 还好后面没人。哎，你们要不要也先离开啊？有人说心脏漏一拍，心脏漏一拍。好，你可以的，修道，修道，好不好？来，三二一 ，Go！ 耶！对了，好，来，谢谢我们的全部的欢乐小熊，可爱的小熊饼干，谢谢。好，来，这边小心。是，刚刚呢，我们这位可爱的歌迷朋友在几轮的猜拳之后，终于胜出，而且呢，也听到他准备要来听他想听的歌，不是秀蛋哦，因为刚真的想秀了，想要射出去，是 slow down 这一首歌。不过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 Jam 梦幻蓝小熊非常非常的用心，准备了很多精彩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